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希望，用心栽培如你花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这支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。来，咱这礼拜继续吼，来要甲讲的吼，同款是牡丹虾事件。牡丹虾事件由来，这是吼有日本人安尼来到吼这个屏东这个所在。安尼被屏东的原住民来个杀害，照你讲是爱讲琉球人啦，袂当讲日本人。迄当时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虽然国家无大，但是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只不过吼，伊是属于日本大日本帝国的藩属，每一年拢有咧个调控。啊，当然你有咧个调控，简单讲，就哪亲像吼，即马吼有一寡迄地方伫咧做生意。啊，有一挂老蛮吼，就去收这个保护费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店家咧做生意，有甲老蛮交保护费。啊，这间店家呐，搁再吼去予其他的南蛮囡仔安尼吼，要来卡油钱，啊，要来吼供电，要来闹场的话，当然，你共收保护费的老蛮，你都爱出来处理。国家国世界嘛是安尼啦。你迄当时翻俗，每一年都有甲你调供，调供一挂物件互你啊。当然，我出代志，你得爱来做处理啊！吼，日本就是用安尼来做出兵。大清帝国统治台湾一两百年的期间，将台湾甲当作啥物款都唔知影，就是不闻不问啦，不闻不问，无啥物管啊，放古仔吼，伊安尼要生要死，无人管，无人问，一直到甲日本出兵来打台湾的时阵，因才去敏感就讲台湾的重要性。但是安尼敢袂赴袂赴啊！一切拢想慢啊！人大日本帝国迄当时毋知准备偌久啊！吼！你讲即个事件发生了后，大清帝国的官员辛宝经啊，要紧单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建议文章吼，走对即个啥大清帝国的皇帝一去啊，建议大清帝国伫台湾要紧。来增设新的行政区啦，必须要重视台湾的国防这一块。因此，这个行政区重新做规划。那北路呢，新增加一府，就是台北府。台北府下骹管三关啦，管对三关，管新德关、管淡水关、管宜兰关。迄当时金马兰已经改做宜兰啦。管宜兰县兼一厅，管家人厅啦，就是一个台北府吼，管三县一厅就对啦。啊，南路呢，这方面呢，新增加恒春县，包括吼啊，这个伫这个龙桥吼啊，起恒春城，伊对法工呢，请来了一名工程师，又搁伫这个台南府城吼，起一个大炮的阵地。名号做一在金城，吼、哦，这伫台湾介出名。这吼、哦，若有来到台南佚佗的朋友，若有来这个一在金城吼，行行看看袂歹。虽然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金城唔是讲大家吼、哦，安尼真大，但是迄个名听着吼、哦，予人足恐怖，吼、哦、一在金城。
啊，当然，这个一在金城，因为咱台湾有出名一个生作正烟头的艺人，叫做金城武、金城武。啊，人生作正烟头，即马听你讲拢伫日本的发展，吼、哦，伫日本的发展。啊，人正烟头，啊，因只少年家囡仔呢，就甲迄个老伙啊年岁较有诶烟头的人就对啊啦。伊虽然做烟斗，但是吼年岁已经有啊，大大家合作讲义载金城武安尼就对个啦。吼、哦，意思讲做有会所的金城武安尼，但是唔嘛、是啊个正烟斗安尼就对个。当我有这个外号出来，另外呢又个对英国请来了一名技师啦，伫格兰皮这个所在吼起造灯塔，包括伫大高港这个所在起炮台，包括伫东港遮起炮台。嘛，小连线吼，一座一座一直起起来。你早前唔重视，经过一两百年后要重视就对啊啦。当然，如果那是盛世太平，无外国，你少上你台湾这块土地的话吼，拢阿个富富的，拢阿个会富的。但是，一旦那是讲有外国人开始咧少上，人唔知吼，丢避外久的时间要摕这块台湾，你即马变只拢用未富啊，上万啊，上万啊。搁再来，大清帝国嘛接受着辛波金的建议啦，废除了吼啊，即、這个所谓的大清宫吼堕台啊，开垦土地的禁令，包括吼贩卖铁啊的禁令，包括吼竹啊两项的禁令，全部拢爱废除掉，爱放松放令。同安尼，辛波金呢，伫即个大清国的厦门啊，甲着汕头，甲着香港等所在。开始吼，就来要吼招一寡吼大清国的国民啦，来到台湾来开垦土地，开始吼，迄当时大清国的官方也佫有提供军费啦，包括烤牛，啊来招募吼大清国吼闽南这个所在就对啦，啊包括吼广东这个所在的人民会当来到台湾开垦土地，袂歹。佫吼提钱给因吼坐船，啊，然后吼佫给因这个烤牛牛食通去吃，啊，提供几工几个月无讲啦吼，干那讲安尼尔，啊，另外嘛开始所谓的这个开山抚番呢，的山地政策，辛波金的开山抚番呢，的这个工作呢，上个起初就是用武力进行，以军队来开辟后山的道路，并且吼。来吼啊，讨伐迄个不服的这个兵啊，嘛讨伐不服的乡番呐。啊，这种所谓这个开山抚番的措施，其实就是以统治者汉人的利益甲价值为中心，来对待着原住民，甚至发生了屠杀原住民的代志。伫遮呢，牡丹社事件，互咱看到。原住民是大清帝国主义霸权甲封建政权之间的一个牺牲者。听众朋友，大清帝国统治台湾、殖民台湾一两百冬，透世代人唔捌重视过，一直到甲最后的几冬开始重视台湾这个土地，未歹，但是时间已经未赴啊。迄当时啊，开始咧重视，已经吼离甲午战争要发生的时间无偌久的时间啊，所以吼已经拢想万啊，未赴啊吼。啊，咱即几礼拜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吼，李晓峰的《台湾史一百件大事》，讲来到牡丹事件，咱后礼拜吼，要来为咱听众朋友分享的走西啊番。走西啊番通常大家拢安尼讲，但是我那有真侪人讲走番啊番，拢有西啊番指的就是西方国家的人。啊，咱台湾迄当时伫台湾这块土地的所谓汉人，就是甲西方遐个国家的人甲合作番，所以我那有人讲走番啊番，走西啊番拢总共款意思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听到有人讲啊，走番啊番呐，啊，有人讲啊，走西啊番才对啦，其实拢同款，吼，免伫遐争，吼，啊，走西啊番，走番啊番，拢同款。咱后礼拜吼，会来甲咱分享吼这段的历史，
啊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先进一段这个广告，咱等下去等下节目现场，感谢您。非常的感谢哈，啊，咱接续落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，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星。圣山喜乐星哈，啊，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一个真好的产品，啊，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，这对咱真好。啊，咱长期来甲使用哈，啊，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。长期使用吼，啊，会当吼预防脑中风、预防心肌梗塞。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，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。所以咱伫咧介绍啊，这味的产品，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。五宝喜乐清，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南极的红磷虾，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，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。啊，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，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，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。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，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若有，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。啊，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。啊，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，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，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，吼啊，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，诶，这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，伊有真好的帮助，长期使用。啊，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。另外，要来甲恁介绍，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的这个青鱼，包括伊的肺啊，包括肺鱼吼，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这个啊鱼油、Q 天。啊，这物件，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？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，包括对心脏病，啊，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，这拢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。另外，就是天然小麦衣，啊，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，啊，包括防止癌症、防止脑化，包括防止心肌梗塞、防止脑中风，真好的物件，真好的物件吼。再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，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，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，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，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，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，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，安尼甲你降低，甲你去除掉，所以咱五宝喜乐清。这是真好的物件，啊！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，啊，会当确保着吼，啊，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，啊，确保着血液的流透顺序。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，啊，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，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，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。啊，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有感觉讲颔棍啊紧，啊是讲咱的肩胛头，你感觉讲哎呦奇怪，安尼酸酸，安尼硬呛硬呛，你爱注意啊，你爱注意，有可能伊是。你甲咱警示，伊是咧甲咱讲讲，啊！你平常时欠缺运动，啊，蔬菜水果食了无够，啊，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，吼无顺，啊，地疏暗骨啊紧，暗骨啊紧，安尼硬呛硬呛，会肩骨会酸痛。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。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，还是讲你个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，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？啊，唔知个人有可能你个动作讲，啊，干咪叫伤到？运动伤害、工作伤害，无一定是安尼，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、血客、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，啊，未足顺序会致使遐个酸痛，这我有相当的关系。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，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着，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个。
所以就呢，这个费用哦，一定要注意哈。五保许六千，除了这笔足清楚，五保许六千以外，信任公司许多山，这大家拢知影哈、哦。配合两骨锁，金立平的第二代，哦，这目睭，许六通，这对这肠的保养，包括这他拄啊讲讲五保许六千哈，啊，保顺健，这是咱男士朋友了不算。吃保顺健吼，袂顺输吼，你放了家己知影吼。血红素就是贫血需要一笔产品，唔免食食物哈，食迄个补血迄吼，迄有哪有哪补会够袂够？迄另外基础了着。血红素真简单，唔免乎你动刀动鼎啊，补血着爱去煮啦，有诶无诶，安尼啊废气啦。血红素食简单，早暗。加食两粒，两粒，一到时啊，佮加两粒，安尼就 OK 了，对吼。这是咱血红素，感谢0800-0500-6668。好嘞，感谢时间的关系，这部到这有哪爱讲过一段了。咱0800-0500-6668的电话呢 ，AM 七点以前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。无清楚、无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，来甲咱做回答哈。那咱无单只事件，咱讲来到今仔日已经吼啊结束。过一段了啊！后礼拜咱要来甲朋友分享的，就是走西啊换吼。哦，大清帝国统治殖民台湾一两百年，唔慢吼啊，好好经营过。嗯，一直到甲日本人出兵，为着琉球人来攻打吼台湾的这个南部的原住民。嗯，啊，甚至吼伫遮吼占领一角的土地开垦，长期要来驻守伫遮。大清国的政府遮吼着生惊。才派军派新北军来到这吼，要和日本人议和。嗯，但是一切拢想慢去啊，因为日本人准备有够久啊啦吼。啊，伫这个甲午战争完了后的时阵呢，台湾割予日本哦，迄当时的台湾人气不不气到根本气笑俩讲。啊，甲这个李鸿章吼，因这个这对白阿囝吼，安尼写歌干咩啦，教吼，迄条歌我即马都伫网络揣无。啊，假就对啦。迄啥物假呢？迄个配唱啊吼，已经甲纠缠嘛吼。迄若有读过台湾史的人拢知影，吼，迄条歌吼，迄民间吼所吼发明出来一条歌，专门咧纠缠吼，只会官员就对啦吼。算歌谣啊。因为迄当时诶，这个啥？要把这个台湾挂给日本就对了，那是李鸿章的主意，因为李鸿章这边都没什么啊，吃没味啦，欠掉可惜吃没味啦，那亲像一个啥鸡排安尼啦，鸡肋骨啦，鸡肋，哎啦，鸡肋骨安尼啦，啊，什么蓝无情啦，绿无意，绿无意啦，鸟不意，花不香，哦，哦，讲到无得掉，安尼就对了，啊，当然台湾人嘛气不平就对了，啊，台湾人何必气不平呢？因为外久的时间，拢乎你会当来独立建国，你唔爱。哦，对啦。你干那一个心肝头干，想讲哦，阮大清帝国甲阮保护，阮大日本帝国甲阮保护，阮国民党政府甲阮保护，啊，家己无要寻求台湾独立，啊，然后一国来甲你统治过一国，啊，你伫遐咧，你伫遐咧受气啥？自古以来都无唔捌建立过国家，所以无迄个国家的观念嘛，吼，无建国的观念就对啦，吼，好啦。这种历史啦，不如个了解一下嘛是好啦哈。来，时间的关系，咱下晡空中再会。再会，好，拜拜。